那就话不多说，带来一首袁惟亮的《醉了没》。
雀，这是来自原味酝酿的醉了没，还可以吗？还可以的，尖叫一下。哦，好啊，那今天要去卡拉 OK 一趟哦，这样值得啊。那我再介绍一下我们团员好了，因为他们都是默默付出的，只有我在发出声音而已。哎，你要一起哦。那从我们一个节奏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乐手，连麦的开始。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乐手，从我们的左手边，我们的卡后，我们的鼓手是我的姐姐，她叫刘淑玉，掌声一下。最右手边呢，我们的贝斯手，刚清醒啊，我们的蔡世全。我们的吉他手白展元，我们都是介绍全名的哦，下次你要找我们 FB 的时候很快。然后我是今天的主唱，我叫刘书成，很过分耶，那个尖叫，你这样子会以为我比较好看耶。啊，也没有啦。好，那今天我们的下次我们来会以一个小团体来，其实我们乐团里面有总共人数有8个人，只是今天有空的，我们还有国军的，还在修飞机的，所以今天可以出席的就只有4个人而已。那接下来呢，刚刚唱了彩虹战地乐团的原创音乐，那接下来是要带来我们的主语歌。我们是排湾组，我们是台东县大仁乡土板村的排湾组，我们全部都是同村的。有没有想知道谁的地址？啊，没有啊。好啦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排湾组的歌谣，是一个非常熟悉，但应该会非常熟悉。如果第一次来这边玩的，可能就没有听过了啦。排湾组应该都很有感觉的。这首歌叫《加不带》，就是一种内核的意思。就是不然怎么办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我觉得我比较适合拿起来呢，因为我是你要跳舞啊，我是卡拉 OK 咖啊。大声的你啊，情绪培养一起培养好不好？加固。加固带
会不会太沉重？还是我的抖音太多了，有点油啊，自己觉得。因为我是唱卡拉 OK 出身的、有这种出道的方式吗？从卡拉 OK 出来的。